秉承国有特大型钢铁企业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先进的技术研发和管理理念，在新一轮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二次创业浪潮中，迸发出迈向国际化进程的新活力。武钢襄阳仲裁公司不断改革创新，大力推进技术改造，全面实施产品转型升级，全力打造武钢精品特钢制造基地，逐步形成了具有卓越制造能力和行业装备领先水平的重型装备材料生产线，具有年产铸钢产品40000吨、锻钢产品60000吨和弹簧钢300000吨的生产能力。以铸造、锻造为主的重装材料生产线拥有35吨超高功率电弧炉2座、35吨真空炉和精炼炉各1座，以及3吨、5吨、20吨电渣重熔炉等冶炼设备，每小时50吨混砂机，每小时20吨的砂处理等铸钢设备，3150吨锻造液压机，3吨电液锤等锻造设备，20吨至150吨多座天然气热处理炉和电热处理炉，能够满足各类模具钢的调制和超细化处理，多种规格的大型立式、卧式车床、铣床、锯床，能够满足各类大型锻造产品的机加工需求。以30万吨弹簧钢为主的汽车材料生产线，拥有50吨超高功率电炉、精炼炉、9米3级3流连铸机和18架连轧机组。科技打造精品，品质成就梦想。公司全面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大力引进核心技术人才，与国内著名院校和科研单位大力合作，开展产品研发和科技攻关，形成了一批技术专利。通过电炉冶炼、炉外精炼、真空处理、电渣重熔、多项锻炸、精锻精炸，生产出的高纯净度优质钢材，经过机加工、热处理等方法，提供制品化、精品化的模具钢、轧滚钢和弹簧钢等产品，最大单重100吨的铸钢产品，最大单重50吨的锻造产品，广泛运用于汽车、机械、冶金、船舶及其他相关行业，产品畅销国内市场，长期服务于武钢、宝钢、首钢、二汽、江西铜业、云南铜业、铜陵油色、辽宁中望、北京奥普、天正模具、江顺模具等国内知名企业。部分高端模具钢和大型铸钢产品出口德国、日本、韩国、台湾、赞比亚等国家和地区。航空航天、化工机电用模具钢、电力通讯和冶金制造用特磁钢、硅钢炉底板、阳极模板等产品，在众多企业和重大工程项目中的广泛运用，赢得了用户和市场的认同。完善的质量体系、严格的质量控制、最高的品质追求，是我们对客户信赖与支持的最好回报。直读光谱仪、万能强度仪、超声波探伤仪、高倍电子显微镜、冲击试验机等检测检验设备，对产品进行准确的化学成分分析，金相高倍分析、低倍分析、力学性能、硬度检测及无损探伤，已成为鄂西北最权威的检验检测机构，为用户提供了可靠的质量保证。转型发展中的武钢集团襄阳重型装备材料有限公司，正依托武钢产品研发优势和资源配套优势，加速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创新，超越自我，融入我国重大装备制造产业的顶级价值舞台。武钢襄阳仲裁正以国际企业的胸怀与全球伙伴一同携手，
成就梦想，在高端特种钢制造行业留下我们辉煌的印记。